最后变成这样。凯斯治疗到一半就被震慑了，但是这个监管者杰克被他这么抱着，我的心竟跳得这么快，难道这就是爱情？清醒点，这表示监管者把你拖住了。阿姨，原来你还没走啊！我这就挣扎下来，你帮我扛刀。扛鬼啊，我残血。冷静点听我说，你现在千万别挣扎。杰克只追着你，很有可能他是喜欢你的，你不挣扎他就绝对不会对你下手。真的吗？怎么感觉你说过类似的话？信我的没错，你看他已经开始往回走了，虽然不知道想干嘛。Oh shit！佣兵呢？藏哪儿了？冒险家，哼，有点意思。